正逢芒果时令季节，饭店主厨也顺势入菜，而且发挥创意，选用熟成的爱文芒果搭配海鲜鸡柳，摇身一变成为开胃的夏季料理。新鲜虾子跟花枝做成的虾膏是不用力甩打，打出粘性跟扎实口感。因为这样打完之后，它会比较有弹性，会比较 Q。内馅有 cheese 芒果，咸香带有酸甜滋味，再裹上彩色米果，下锅油炸。炸到金黄酥脆，摆盘装饰别出心裁，视觉味觉都是一大享受。为您上这道香芒百花彩米果。香芒百花彩米果一上桌，迫不及待想尝尝，咬下一口，浓郁的 cheese 搭配鲜甜芒果，清爽的口感好开胃。是它非常浓郁又清爽，就是有芒果的香气，对，然后有浓郁的 cheese 味道，对，很融合。芒果入菜还有这一道香芒嫩鸡柳。滑嫩的鸡柳先过油，大约八分熟起锅，加点盐、糖的芒果稍微过一下水，再跟葱、蒜、香菇一起爆香，大火快炒，才一眨眼，美味料理大功告成。它跟芒果的香气就是融合的非常的完美，对，就是可以吃得到鸡柳的软嫩，还有芒果的香气。还有这道炸的香酥的虾球，淋上蜂蜜、黄芥末、芒果泥调成的特制酱汁，甘甜爽口。会选用跟芒果还有食材相符合的酱料一起下去拌炒，可以更提升那个食物之食材的风味。每天限量的芒果创意料理，选用夏天盛产熟成的爱文芒果入菜，香甜芒果搭配海鲜鸡肉，在舌尖上完美融合，绝对是夏天必定品尝的享宴。记者魏林燕、黄淑芬特别报道。